光复工商学生宿舍老旧，空间不敷使用，校方向上争取，获得教育部2000多万元进行改善优化，使用防火防震的装潢材料，同时以人脸辨识管制进出，强化宿舍安全。而且不论是房间、公共浴厕还是交易厅，整体风格简约，连非住宿生都直说想要搬进去。一楼的活动空间明亮宽敞，无明火设施的厨房，再到楼上一二楼的学生房间，简约设计的书桌椅、衣柜以及床铺，开放式环境仍保有个人隐私空间，让住宿生住起来幸福感百分百。就是很累的时候回来会感觉很舒服。对啊，环境有没有变？都很新哦。那会不会想说还要再继续住下去？想，我毕业了还要住。老旧的学生宿舍内部空间重新大翻修后，设施设备美观舒适且具人性化，对设置人脸辨识系统进出记录管制，学生住宿安全更加有保障，也让前来参观的社区家长很放心。这个是指纹吧还是人脸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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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家里都没有这种。光复商工学生宿舍老旧空间以及设施设备都不敷使用，校方特别向上争取获得教育部2000多万元的经费，全面改善优化友善且环保的住宿环境之外，加强建筑防火耐震、美观舒适兼具安全性。我们有争取到一些相关的经费的补助，所以我们的住宿呢是全部免费的。那所以学生呢在这么温馨又很快乐的环境之下，可以安心的就学，那在这边都是免费的，网路费啊、水电费什么的没有，没有，目前没有收。1999年完工落成的学生宿舍为3层楼建筑，目前有20多位的学生住宿，最多可容纳70人。现在校方重新翻修后，不论是各个活动空间的规划利用、厨房盥洗或影音娱乐设施设备，以及安全环境上，整体提升优化，而风格简约、功能多元，再在显见校方的巧思以及用心，就连非住宿生都吵着要搬进来住。记者石玉兰，光复采访报道。